help me, help me, help me. 我觉得这一期看完，他们不会觉得很开心的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可怜，好惨一男的。如果给我个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做最前面那一个。要玩，既然都已经坐上去了，其实感受是差不多的，是吧？感觉是差不多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一定要做到极致。海盗船一定要坐最后一排，后门车一定要开马力最大的，旋转木马一定要骑最大只的。肖德兴男士啊，肖德兴男士，你们的东西丢了啊，让我们。在门上面叫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领取，根本就不是我，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在游乐的一个过程，真的。This is my job， 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任务。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惨？上行程。